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经文第五页啊，最后一行。世界忍静即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这两句讲的是华严经文殊菩萨教导众菩萨修行的十波罗蜜。我们学到精进啊，今天呢，我们来学禅定啊，般若。在《大乘经》里面，关于这一部分，佛说的很多啊，经论里面呢，处处都可以看到啊。那我们就一般呢，最普通的这个说法啊，给大家做简单的介绍。梵语禅呢，华严净律，那这是我们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净律。禅呢是净，它有净律的意思在里头。专心念念，守一不散之位。啊，实在讲呢，我们一般把它翻作禅定，啊，禅是梵语禅喽，那定呢是中国的中国词，跟中国这个定的意思很接近，但是并不完全相同，啊，因为中国这个定里面呢，不见得有律，啊，这个律是这样，就是观，啊，觉观。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他这个定是活活泼泼的，他不是死定啊。如果定里面没有观，这个定修成呢叫无想定，功夫也相当可观。啊，那这种定修成之后啊，那他将来往生是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啊，无想定是因，无想天是他的果报啊。为什么呢？定虽然有了，他没有慧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慧不能破无明，麻烦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佛法教导我们，这个戒定慧三学非常重要。不仅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都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而成就的啊。这个成就就是成就无上菩提啊。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那就是这个慧的功力啊。慧从哪里来呢？慧从定来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慧呀，不是从经教当中得来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啊。诸位一定要晓得，从外面学得来的叫知识，不是智慧。啊，那么修学佛法
不是不能够体会佛的真实意，依照文字去修学啊，戒能持得好，也能得定，但是会不会开？啊，那怎么样呢？那所学的也叫佛学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啊，佛学不能解决问题。啊，要佛慧呀，就能解决问题了。这佛慧从哪里来的呢？给诸位说，佛慧是自己本有的。啊，世尊在《华严经出现品》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一切众生范围大了。啊，上面从十法界的佛菩萨，下面到三途地狱众生，全都包括了。不但包括这些有情众生，啊，那像《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那它包含了所有的众生。这个众生呢，就是广义的众生。啊，广义的众生是佛经里面的本意。啊，这个意思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动物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四大无蕴。啊，植物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矿物。乃至自然现象，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所以这“众生”两个字的范围包括就太大太大了，啊！没有一样不包括这其中，啊！所以这个“众生”两个字的意思我们要了解，啊，并不专指是人类，啊，或者是专指的畜生类也。六道里面有情众生，那范围还大，啊，不仅是这些，那么都有，个个都有如来智慧德相。那现在我们逐渐逐渐的明白了，啊，你看这有情众生说他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是自性，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啊，那我们要问呢，这些植物、这些矿物也有吗？真有。啊，这个日本江本博士给我们做的水实验，我们从他实验里面明白了。啊，他这十几年来用水做实验，啊，水是矿物。不是植物，啊，通过他的实验呢，真的证明了水有见闻觉知，有受想行识，啊，他会看，他会听，啊，你看看，给他看文字，无论写哪一国的文字，他通通会看。啊，写一个爱字，用中文写，用英文写，用法文写，啊，用阿拉伯文写，无论用哪一种文字去写，他都懂，他都能看，啊，都认识，比我们人聪明啊。啊，他会听，啊，会听音乐，啊，我们放这个古典音乐给他听。啊，它反映的接近非常美。用现在西方摇滚乐给他听啊，你看那个显示出来图案就很难看。啊，他懂得人的意思。我们起心动念一个善念，
他就善地来应你；恶念，他就用恶的图案来表示来应你。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呢，再看看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晓得整个宇宙，连虚空都是属于有机体，也就是说活的，它不是死的。虚空也有见闻觉知啊。如果没有见闻觉知，这虚空怎么会产生变化？虚空怎么能够传达信息？我们在旅行当中也曾经做过实验。我们看到天空的云彩，那一块云彩不太大。我们看到之后就对着它，眼睛盯着它，对着它，心里面是不是散掉散掉散掉，没有几分钟它真就散掉了，那散得干干净净，再看不见了。另外再选一片，不要选太大的，太大的时间长，选一个太短的，这个小小的一片云彩，你也盯着它，你心里念着散掉散掉，念个几声它就散掉了。这就是说明啊，整个宇宙啊，所以佛法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你怎么想，它就怎么变呢？那么从这个道理，我们也就能够引申，逐渐的明白一种现象。或者是古老的语言。现代的语言说是多半都是给我们讲有灾难这种信息，到时候没有了，是不是说说错了呢？我的想法不见得，他没说错，他说的是那个时候，现在隔了这么多天，这个人心里有变化了，那个时候的人心不善呐。所以预测到什么时候有灾难，到这个时候人心变善了，灾难就不现了，千变万化了，不能够预测的，预测是给我们一个信息，这些信息说实在话，全都属于是良心的，就是给我们讲这些灾难的预言，我们晓得某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灾难，我们如何化解呢？用心念去化解，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让我们的心善、言善、行善，无一不善呢？这一切不善的业因没有了，那不善的果报就不会现前。所以方法一定要采取大乘教里面所教给我们的方法去化解。化解里面特别是人事。为什么呢？人的这个念头最强。我们要化解世间的灾难，就先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误会，能把这些东西化开的时候，灾难自然就没有了。能不能化解呢？连动物、植物，我们都能跟它沟通，都能相应。人哪有不能化解的呢？不能化解，所以怨恨太深了。我们要有耐心，这就要有定功了。不能着急，我们始终以真诚心来相待，时间久了自然有感应，也许要10年，也许要20年，
也许三四十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再醒悟过来，哎，某人是个好人，我错怪他了。真有啊，不是没有啊。啊，人有良心啊，什么时候发现呢？他自己的业障也消了，才能发现。啊，他的业障没有消的话，这就很不容易发现。啊，所以我们呢，要在旁边帮助他消业障啊。啊，我们每天念佛、诵经、拜佛，都回向给他。啊，希望他业障啊，早一天消除。他就能觉悟，他就能回头是岸。啊，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啊，所以定，定里头有律，就是有观。啊，这个禅定呢，也翻作止观。啊，止是止息，啊，观就是觉观，啊，他在定中，定中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定里头是无明，那里头没有观，就是没有慧。啊，所以它是定慧等修，啊，定慧双修。这个解释里面好，啊，一个叫告诉我们专心，一个告诉我们守业，啊，事出世间的圣贤教人。于一切法的成就啊，不外乎啊，这一个总的原则纲领啊，真正明白之后啊，我们才相信，叫一门深入，常识学修啊。那么在今天，我们遭遇这个时代。啊，今天在整个地球上来讲，不是属于某一个地区的，啊，史无前例的混乱呐。从什么地方混乱起呢？就是心不定。啊，现在是从小孩都能看出来了。啊，甚至于幼稚园的儿童都是心浮气躁，他定不下来。那么到青少年啊，乃至于到老年，你看到几个人啊，心情能定下来？每一天能欢欢喜喜的，这社会上不是没有，太少了，少见了。所以一切善法不能成就啊，一切恶法呢不断在扩张所以连科学家都给我们提出警告啊，讲的是地球的末日啊，地球末日从哪来的？怎么形成的？人为的，人放弃了戒定慧，戒定慧的反面
就是贪嗔痴。啊，贪嗔痴要是觉悟了，就回归到戒定慧。戒定慧迷失了，它就变成贪嗔痴。啊，所以大乘教里面有一句话说：“烦恼即菩提。”烦恼是贪嗔痴，菩提是戒定慧，它是一体的两面呢。啊，就在觉迷啊。我们如何能够啊转迷为觉？那像一般宗教里面讲的，我们就得救了。啊，转不过来，佛有方便法。啊，先教导我们转恶为善。啊，真转过来了，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得好，叫福至心灵，你的福报现前呢，你突然聪明了，智慧也连带会开了，福至心灵啊。那么由此可知，人在迷惑颠倒就没福报啊。如果在迷惑，福报现前，那是什么呢？是灾难现前，他受不了啊。所以福报带给他的是灾祸啊，他不是真正的幸福啊。真正幸福，你看在中国，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所极力在这里提倡的儒释道的三个根，道家的感应篇。文昌帝君殷之文，这一类劝善的书里头是真理呀，绝对不是迷信的。世间享受大福大贵，这些人决定有累世的阴德。他自己修的，他祖宗修的，他才能得大富贵呀，那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因功，自己没有积功累德，也没有祖上的积德，他要突然发了，我们讲暴发户，时间一定不长。不多不多几年呢，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在古今中外，你细心去观察，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了。能够保持富贵的，是阴德、阴功。真正做好事，不必要人知道，做好事，人家一表扬、表彰一下的时候，你就爆掉了。不善的事情啊，希望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责备你、批评你，也就爆掉了。好啊，爆掉好啊，恶的都爆掉了。善的，善的不要人知道。累积多少事啊？我们在中国古籍里面所看到的，官位做到一个尚书，像现在的时候讲的部长。
过去生中修善积德要修多少辈子？至少要10辈子、10世啊，才能修到这个位置啊。那么你就想想，那历代帝王啊，尤其是开国的这个帝王，他自己跟他祖宗修的这个德行，如果要没有那么厚啊，他怎么能享国几百年啊，传几十世，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那在中国历史上看，享受真正福德印光大师讲啊，这孔老夫子啊，孔老夫子在世的时候没享什么福啊，是一个很平凡的读书人，家境并不好啊，啊，那么他的德行，他的言教，世世代代教化了多少人，成圣、成贤、成为君子。这个功德大了，太大了啊，一直传到近代啊，孔德成先生第75代啊。孔先生早年到美国，在旧金山入关的时候啊，这个美国海关人员听到是孔老夫子的后代，特别礼遇啊，开贵宾的通道欢迎他。祖宗知道啊，再加上自己的修学，才有这种成就啊。我们明了之后啊，这不修怎么行呢？实在讲啊，最殊胜、最真实的大德啊，大成就是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无与伦比的福报。那谁能成就呢？善导大师说得好，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智祖师啊，唐朝时候人。他老人家说，这个无比殊胜的法门，当生成就的法门，万修万人去，只要你肯信，那你愿意修，你认真去修，没有一个不成功的。这都是实话啊！那为什么我们许许多多的念佛人修了很多年了都没成就？原因在哪里？就是犯了这个地方所讲的毛病，他不专心，他不守业，所以他不能成就。如果专心守业，
真的是万修万人学啊！啊，我在美国见到一个人，以前讲经我曾经提过，啊，华府。周老先生，啊，中国人，在当地开一个面包店，他不学佛，好像没什么宗教信仰，人是个好人，啊，我们在美国那个时候，他突然生病，在一检查呢，癌症三期。啊，医院也放弃治疗了。啊，大家家里那是痛苦不堪呐。啊，所以家人这个时候求神问卜。啊，找到我们净宗学会。啊，那个时候还不叫净宗学会。像华福佛教会，我们人也不多，只有大概四五十个人啊，才能成立的这么一个小会啊，华福佛教会啊，我们就有几个热心的同学去看他，看他呢，看他那个样子不行，所以就劝导他，人生太苦了。没有什么值得留念啊！把净土法门介绍给他，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人有善根，他一听呢就接受了，就告诉他的太太、他的家人，不要给他求医问卜了，不要，通通啊，全家帮助他念佛，求生净土。哎，念了一天，他就告诉家人，他不感觉到疼痛了。啊，他说很好，日夜不断地给他念了，啊，好像是，三四天，他就往生了，走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交代家人。临终的时候，他看到佛来接引他，他走了。真正给我们证明了《弥陀经》上所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哎呦，他从前没学过佛，也没听过经，那他也不知道有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临终前三四天才听到的。他就成功了啊！我们亲眼看到啊，这给我们非常大的欣慰啊！啊，证明《弥陀经》上佛讲的话了，不是假的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云珂法师。啊，也是念佛念了三天呢，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那是古时候啊，啊，没想到在20多年前，我们在华盛顿 DC 亲眼看到这个周先生，啊，他是开面包店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真的是不难，哎，就是专一，啊，这个专心守一，啊，这周先生他做到了，啊，虽然时间不长，
啊，三四天专心受益，他就成功啊。那么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呢，我们心不专，我们念佛的时候心里都夹杂着杂念，我们的意不成啊，对于这个经宗法门，对于经教里面的教诲，没有圆满的信心，那就半信半疑。你不能说他不信，你也不能说他真信啊，是在这种状态之下了。那虽念佛的夹杂啊，尤其是现在人啊，日夜都不能安宁，什么原因呢？身上带着手机，这个东西麻烦了。你说在从前的时候，你电话都没有那个时代，人心清净多了啊！这手机什么？手机是魔啊，魔障啊！不是好东西 啊有什么方便？叫你胡思乱想，它给你带来方便啊。除了这个之外，你说它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一点好处啊。可是现在人呢，他放不下啊，放不下，那你就接受干扰。接受干扰又没有定力啊，所以修行的功夫全被他破坏了啊！现在的社会啊，诱惑力量太大了。这个诱惑在佛法里面讲就是魔障啊，它扰乱你，让你心神不安，让你的时候几分钟的定力你都没有这个太痛苦了啊！特别是从政的啊，这些人啊，如果做到是高级的领导人呢，真正叫是日理万机呀！啊，我也曾经遇到过啊，这些高级领导人啊，我奉劝他每一天早晚，因为他们并不信佛嘛啊，每天早晚说至少要静坐10分钟到15分钟，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啊，身体放松，什么念头都没有，能够帮助他恢复精神，恢复体力，对他健康有好处，啊，这个他很乐意接受，啊，诸位要晓得，10分钟到15分钟，那个静坐下来也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不相信你自己试验试验看，你就知道了。啊，别说10分钟，1分钟里头都好多个妄念出来。啊，这没有妄念才行，这个功夫才得力。啊，有妄念功夫就不得力了。啊，那我们念佛的人是用的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智持名号，啊，也就是说。名号一句一句接一句，里面决定不会有一个妄念夹杂，这就行了。这叫真功夫啊！这个话了说的容易啊，做到不容易啊！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好多次。有真正修行人向他老人家请教，
啊，念佛念了三年五年了，啊，一支香里面还有几个妄念起来，向老和尚请教。啊，老和尚告诉他，你功夫不错了，一支香，长香是一个半小时，啊，平常的香呢是一个小时。在中国从前呢，他们寺庙里呢连时钟都没有，啊，讲堂、禅堂、念佛堂用什么来计算时间呢？用香。啊，我们就算凭这个普通香吧，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里面起的念头不超过十个，那功夫就不错了。啊，所以印光大师勉励这些人啊，要继续努力，是功不唐捐的。啊，你认真努力，继续下去。啊，慢慢的呢，这个妄念越来越少了。啊，真能把妄念减少、降低，秘诀没有别的，放下。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得放下。啊，古大德有两句话教导我，叫“知事少时”。烦恼少啊，摄人多处啊，是非多啊，啊，能够不必要接触的人，不需要接触，能够避免的事，就尽量把它避免。保持你心地的清净啊！你比如现在在家庭里面，电视不能看了啊，这完全是扰乱我们了。家里摆个电视，就是个大魔王在那里啊！你要能修清净心，那谈何容易啊！啊，那么现在年轻人不但是有电视，还有网络，啊，他还有电脑，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你看看从前，古时候没有这些科学，这些仪器，啊，还要选择山林里面。啊，去住个小茅棚，跟农村至少这个距离要三里路以上，就他这个茅棚所在地三里之内也不会有人家。这种地方。佛经上的名词叫阿兰若，啊，这是梵语，翻成中国也叫极静处，就这边很安静的地方。啊，安静到听不到声音。啊，农村里面叫的声音最大是牛叫，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帮助自己修定啊！啊，
现在我们要找这样的环境可不容易了。所以现在人的成就不成就这里这一成就功夫决定比古人高。因为古人要是让他在生活在现代环境里面，他也不会成就。所以现在的环境考验是非常的严峻。在这种考验当中，你都能如如不动，你能够专心受益。所以你的成就决定超过古人，道理在此地。那么在现前这个时代，人的价值观变了。伦理道德观念也变了。现在人讲的是人权，是自由，是开放，是创新，这个麻烦可大了。父母不能管儿女，老师不能管学生，下一代怎么办呢？所以你冷静往前面一看呢，你没有办法不悲观了。在中国几千年来，父母教儿女，老师教学生，严格，所谓是严父出孝子，严师出高徒。现在不能教你要是教了教到严格的时候，你犯法你还去坐牢这世界怎么办所以今天能不能成就，全靠自律。已经没有人来管你了，不是父母不思维，不是老师不管教，在这个时代，法律规定不许父母管教儿女，不许老师管教学生。那么这种法律我们能够想到将来的社会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样下去能够绵延几代呢？我的看法不过三代。那就像一些这个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现前了。现在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我是今天有个同学下载一篇这个新闻告诉我就是最近这个流行感冒，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严重警告，可能在全世界有1/3的人会感染。现在世界上人口是60亿，1/3就是20亿人会感染。你说多可怕？那这不能不小心提防。所以我是劝勉同学们，不怕，什么样灾难都不怕，念佛早生净土。对这个世间呢，不要再留恋了。
你的心善，行善啊，念念呢，意念阿弥陀佛，念念存心极乐世界，如果你不该在这个灾难走，你平安无事；如果该在这个灾难走的时候，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事不是坏事啊！完全没有恐惧的心，没有贪生怕死的念头。啊，那么在大乘佛法，我们在学华严，尤其学这个望经华严观，啊，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人有没有生死？没有啊，啊，生死是身体，灵性不死啊，啊，我们的灵性是不生不灭，到这个时间来。唯一的一个目标，那不是别的，是提升自己的灵性，这就对了。像在学校念书一样，啊，唯一的目标是要升级，啊，年年往上升。我们这一生是在人道，啊，来生升到天道，那就比这一生强多了。啊，天人的德行比我们高啊，我们要向上爬啊，最高最完美最殊胜的是极乐世界，因为你要升到极乐世界去了，你就成佛了啊，那真叫一了百了啊，我们应该把这一生当中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回向求生净土，不求人天福报啊！啊，你要知道，求人天福报当然求得到，可是轮回太苦了啊！你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又何况在六道里头，在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冤业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多可怕啊！所以文殊菩萨这十波罗蜜里面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要学到一个专心受益啊，今天的专心受益在哪里呢？就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生才真正有稳稳当当的成就。啊，这《华严经》能不能听呢？能听。为什么？《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华严经》到最后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华严经》可以听，不要去学啊，除非你是发心走弘法利生这个路子啊。我学讲经，我发心续佛慧命，留在这个世界，把这些大乘经啊讲给大家听，这个你就要学啊。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这个东西也不是随便发的，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智慧，还有没有缘分啊。你真的是有智慧也有能力，没有缘分也不行啊。这个路子是很艰苦的
那如果觉得我这个能力不够，那不如我先到极乐世界，我到极乐世界学成了再来，那就太稳当。啊，所以总而言之，学佛要有智慧，啊，要懂得怎么选择法。那么下面说禅有两种，这是一般讲的，一个是世间禅，为色界无色界，凡夫所修之禅也。啊，这是什么？色界是禅。无色界呢，四谛还是禅定啊？合起来，我们称它为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四谛啊，四禅定、四空定啊，合起来成八定啊。四禅八定，凡夫修的。佛经里面讲的很多，也讲的很详细啊。那么诸位要想了解呢，你就看天台大师的著作啊，《摩诃止观》，小止观、六妙门都是讲的这些。这要晓得，这个东西不是佛门啊。虽不是佛门呢，佛门修定要从这开始啊。这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所修的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释迦牟尼佛出生的那个时代，可以说在全球宗教学术是最发达的一个地区，叫古印度啊。啊，婆罗门教的历史悠久啊，我跟他们有接触啊，而且是很多次的接触啊。现在他们不叫婆罗门教，叫印度教啊。我们有些人也把它翻作印度教啊，实际上它叫印度教，就是婆罗门教的后身啊。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历史有10000多年，这是我能相信。啊，他们这个宗教重视禅定，不重视历史，所以他们有历史记载啊。但是今天在全世界的宗教界里面，一般承认它至少有8500年啊。所以我们在印度啊，这是在这个新加坡9个宗教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总是把它摆在第一位，它历史最久。我们是按这个历史，这个长久来排列的，啊，它是排在第一，啊，它有8500年。那么第二位呢，就是犹太教，啊，犹太教有4000多年，啊，第三位的时候呢，拜火教，拜火教人虽然不多啊，它至少有3500年。那比佛教至少要早500年啊，所以他在第三位，第四位才排到佛教啊。四禅八定啊，就是婆罗门教修的啊。这个里面功夫有浅深不同
啊，修定。这个定功是修了，修得不到家，我们称它叫未到定。啊，你修这个考试不及格，啊，60分及格，啊，50分不及格，40分也不及格，30分也不及格，啊，但是他总有一点小定，啊，所以在这个28层天里面呢，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如果没有修定，啊，修十善业道，上平十善，这升天呢，啊，最高升到哪里呢？四王天、桃李天，再往上去就不行了。再往上去的加一点定功，这个定功叫未到定，啊，它还有点小的定功，能够升夜摩天。夜摩天再往上去呢，那定功要深一层。我们好像拿这个比喻啊，他修定功只能拿到30分，啊，这就可以到夜摩天。40分呢，那就可以到斗率天。那50分呢，那就可以到他化天。啊，60分呢，那就到他化自在天。啊，化落天是第5层，桃花自在天第6层。那定真要修成功了，初禅修成功了，他就不在欲界了，啊，他就到色界初禅去了。啊，这定的功夫一层一层不一样啊。啊，所以古代印度婆罗门都修禅定，除了这宗教修禅定之外，学术界里头普遍也修禅定。啊，我们知道禅定能够突破空间维次，啊，也就是说，在禅定当中啊，六道他都见到了，啊，完全见到了。那是什么呢？那是第8定，啊，四禅四空，啊，那对于六道情形完全透彻。上面到非想非，非想出天；下面到阿鼻地狱，这哪里是假的？不是假的，啊，谁修谁就能证得，啊，修的人多了。个个人都证得了，所以这就不是假的了。啊，你不修，你就见不到；你要肯修，你就能见到。啊，那怎么个修法呢？先要有基础，基础还是我们现在讲的儒释道的三个根啊。这三个根，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没有一个不圆满成就的，不能疏忽啊！十善业道啊，感应篇，弟子规。你真做到，你的心才定得下来。啊，你要不做到不行，这叫因界得定。啊，定的前身那个层次就太多太多了，啊，说不尽呐。啊，那么再告诉同学一句话，这个很要紧。佛家所谓的是84000法门，修什么？通通修禅定。如果不是修禅定，这就不是佛法。啊，如果是佛法呢，就决定离不开禅定。那是用说
84000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的，他们的方向目标是一致的，手段方法不相同，那真叫无量无边啊！所以四弘誓愿里面说，法门无量誓愿学，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全部都是禅定般若啊。那我们念佛是不是禅定呢？是的，佛在大集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持名念佛是无上生妙禅啊。那就用这句佛号把所有一切妄念打掉，所以真会用功，怎么用法？念头才一起，不管这个念头是善念是恶念，只要念头一起，阿弥陀佛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叫慧念，不让你的念头相续啊。所以古人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是念头起来啊，善念恶念都无所谓啊，他会起来吸气嘛，他一起来的时候马上就觉悟了。那什么是觉悟呢？这一声阿弥陀佛就是觉悟，把这个念头打掉，换成阿弥陀佛啊。不起念的时候，哎，阿弥陀佛不起也没关系，这一有念头的时候，他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人功夫就得力了。这个人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就看我们自己想一想有没有这个功夫啊。没这个功夫，妄念继续，念念相续，这个就麻烦了。怎么办呢？是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够，我们的警觉性不高，还没有办法取而代之，努力把它念熟。那熟透了，自自然然，这个境界就现前了。啊，只要念头起来，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用一念呢，阿弥陀佛这一念呢，把所有的念头都打掉。啊，你要晓得，只要是念头，都是妄念。啊，什么叫真念？没有念头叫真念。啊，没有念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正念；如果没有念头啊，什么都不知道，迷惑颠倒，那叫无明，那也是错误。啊，所以佛就教导我们了：持名号啊，好啊，念念是阿弥陀佛，这是觉观呢，有觉有观。啊，不起一切妄念，什么念头都没有呢？这叫定，这是禅定。就定中有慧，慧中有定啊，他怎么不是深妙禅呢？他一点都不假了啊！所以往上去，你看到第八定，这个在世间禅定里面就到定了。啊，他出不了六道，啊，为什么？到第八定的时候，非想非非想出天，这个里面不但的时候欲没有了，啊，欲是讲无欲，财色名食睡。念头都没有，给诸位说，他不是真的没有了，是定功很深呢，把它控制住了，他不起作用，啊，他不会起来，
这是定功。啊，但是这个定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啊，这个定功能定多长呢？80,000大劫，哦，这个时间太长了。一个大劫是什么？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就一个大劫。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世界沉住坏空80,000次，它的定力就没有了。定力一没有了啊，它的烦恼习气就冒出来了。啊，这一冒出来的时候，依旧随着业力去轮回，这是麻烦的。啊，爬到最顶上，最后还会摔下来。啊，所以这个世间禅定啊，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佛出现于世，所以为什么出现在印度，不出现在别的地方？有道理啊！啊，你看印度一般修行能达到这个境界，啊，佛到了你去度他们。啊，告诉他们。啊，四禅八定不究竟。啊，究竟怎么？究竟要修除世间禅定。啊，为声闻缘觉菩萨所修的。啊，声闻所修的9次地定。你看，八定再提升呢，第9定，这一提升呢，就超越六道。佛法里面讲10法界，啊，六道往上去啊，还有4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佛是六道里面的佛，啊，不是六道，10法界里面的佛。啊，每一处10法界。六道是个圈圈，10法界是外面一个大圈圈。大乘教里面叫六道是凡夫，要跟外面大圈圈来讲呢，这叫内凡。啊，内凡是讲六道，六道之外，这个4法界叫外凡。六道之外，它也是凡夫，那比我们聪明高多了，啊，智慧高多了，啊，为什么叫做凡夫？他没有见性，啊，所以佛法了，成就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这个佛是真佛，不是10法界的佛，啊，这个佛是。这个佛是一真法界里面的佛，啊，是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里面的佛，那统统叫成佛了。对，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净土宗常常讲4徒3辈9品。啊，我们知道极乐世界有长吉光图，有10报庄严图，有方便有余图，有凡圣同居图。啊，那我们娑婆世界有没有？有。六道就是凡圣同居图，4圣法界就是方便有余图。啊，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六道每一道都有空间维持的问题。啊，4圣法界里面也有空间维持的问题，
啊，声闻见不到缘觉，缘觉见不到菩萨，啊，都有这个问题。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空间位置，这个叫特别法门啊，这真真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一般人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哪里？生凡圣同居土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六道，它只有两道，人天两道。啊，这个阿修罗啊，罗刹，这什么这个恶鬼地狱出生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啊，你要想他为什么没有？啊，你进入他那个世界，他是有条件的，他不是无条件的。那条件是什么呢？心地清净，善良，念佛。啊，没有这三个条件，不能生净土啊。所以，心净则佛土净呐。那么，心地善良、清净，念佛，他怎么会堕畜生道呢？啊，他怎么会堕地狱？所以，他那边根本就没有畜生、地狱、魔鬼，没有。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我们真正念佛人呢，决定不能造三恶道的业。造三恶道的业的时候，要带到极乐世界是带不去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断恶修善。啊，要把贪嗔痴慢呢放下。啊，如果对人这个态度很傲慢的话，你马上警觉到啊，这是我往生的障碍。我能不能往生就打问号了。啊，没有贪嗔痴慢疑，就决定得生。啊，那为什么说你带业呢？是带业，你还带习气。你贪嗔痴慢疑的习气没断掉啊，可以带。贪嗔痴慢疑的现行不能带。啊，什么叫习气？常常这个在一起学习同修，我想都很清楚。啊，习气不好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我们这一生呢，到这个世界来的人生没有白来呀！啊，我们常讲，也祖师大德常常教训我们，记住，带不去的，统统要放下。啊，哪些东西带不去？名闻利养带不去，五欲六尘带不去啊！你在这上操心干什么？你错了，身带不去，财产带不去，啊，带不去的就应该放下。啊，这个放下不是跟你讲四无所谓，是讲你的心，你的心里头。决定不能有这个东西啊！什么东西带得去的？善业带得去啊，敬业带得去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带得去啊！啊，你看《行愿品》里面讲，十大愿王带得去啊。文殊菩萨十波罗蜜带得去啊。带得去的要好好的去干呐、啊，带不去的统统丢掉。
啊，那么现在世界人迷得最严重的是财，这个东西带不去，啊，一定要把它舍干净。啊，所以世尊教导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生活清苦一点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生活太富裕了，这地方不错啊。啊，极乐世界虽然听说过，谁能证明它是真的？他有怀疑。如果在这个世间多受苦多受难，那对极乐世界一听说就真的向往啊，真想去啊，他的心情跟我们就不一样啊。所以由此可知，佛教导我们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我们要常常想到六道苦啊，设法界也苦啊，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出不了这个范围，你说这多可怜啊！诸佛如来也是生生世世从来没有离开过众生，我们也曾经亲近过啊，没有得度啊。什么原因呢？不听话嘛，没有依教奉行啊。不能说我们与佛没有缘，没有缘的话，这一生你怎么能够在此地坐两个小时？你能在那里坐两个小时，说明你有善根，你的善根很深厚。那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认真依教奉行啊。那我们这一生如果还不认真，来生还搞六道轮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啊。现在理搞明白了，事清楚，那关键呢，就在我们干不干，肯干，这一生就超越了。啊，不肯认真奉行，还要贪着名闻利养，我们这一生呢，就又错过了啊！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得人生闻佛法了，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啊！能够依教奉行，这一生没有一个不成就啊！特别是遇到净土法门啊，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真的是善导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那么第三种叫出世间上上禅，这什么人修的？法身菩萨修的啊！应该讲三种禅了啊，世间禅、四禅、八定是六道里面的啊，出世间禅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啊，设法界里面的佛，啊，他们修的出世间上上禅，那是超越设法界了，啊，在华严经上，诸位能看到哪些人修？设住、设行、设回向、设地等觉，他们修的。
他们修的叫出世间上上禅。那么由此可知，出世间上上禅呢，好比是研究所博士班；出世间禅好比是大学，取得学位了；世间禅呢，好比是中小学，修行一定要从小学、中学循序渐进，才能成就。如果说把下面都舍掉了，就想学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就决定不能成就。这个道理，不但我们自己要明了，世尊有明确的教诫。在佛藏经里面，佛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叫非佛弟子。”你看这个话说的多严厉！告诉我们要循序渐进。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例外。可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净土。净土所以称为特别法门。设法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的，这个要知道。但是净土的修要具足三资粮。这个三资粮叫心、愿、行。真心。我们有没有真心？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做到专？有没有做到一？要做到专一，那就是真心。没有做到，不是真心啊。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希望诸位要细心去体会。我们在修在净土宗里面，对于其他宗派里面的典籍，希不希望设立？如果设立，就不专了，就不一样了。真正修净土的人，净土五经一论不多，分量不多，但是还是要你专一部经。五经一论一定要修，一定要修，学了之后，你这一生五经里头学一部，这才叫专，才叫一啊。还能设立其他的吗？和设立的基础那是讲根本根本就是儒释道三个根，具备这三个根，五经里面专攻一部我是感觉到五经都要念都了解，选择一种作为自己每一天的定课有能力有时间的选无量寿经，好不好？
过去出家人，我知道弘一大师，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弘一大师出家之后一生，他专以普贤菩萨行愿品，他早晚课就是受持行愿品，行愿品背得很熟。这是五经里面的一种如果我们年岁大了，根性不利，记性也不好，那你就选小部，佛说阿弥陀经最好啊。如果再小的呢，再小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行。这一章在经宗里面就是一部经，文字不多，244个字，比心经还少，心经是260个字，244个字，都行啊，再不然呢？那就学锅炉匠，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好啊，你看人家3年不是自在往生了吗？他专他疑锅炉匠不认识字大师这圆通章也不行，他也受不了，一句名号就那样念3年。他就成就了自在往生，没有一点点疾病站着往生，这是我们的好榜样锅炉匠跟我们是同一个世纪的人抗战之前关键就在专心守业谁能做到，谁就成功了。要知道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上甚妙禅，就是我们在此地讲的除世间上上禅，你可不能把它看清为什么？你想想，世间禅修成了，四禅八定不过是色界天无色界天而已，出世间禅修之后成功了，也不过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而已。你这一句阿弥陀佛念成功了，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不再是法界，他跟华严经上所讲的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平等的，他不是出世间上上禅是什么？我们如果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都搞清楚了，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千经万论都是在劝导我们，都是在指导我们这么一个方向，这样一个目标你要能接受了，你是上上根性。为什么呢？你这一生成佛了
啊，所以你能说念佛不是禅吗？啊，修禅的人要不能回向往生净土，那比念佛人差得太多了，怎么比也比不上啊。那学教就更不必说了啊，在教下，你们想想，学华严的，真学华严，他修什么？在华严经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念佛求生净土，给我们做榜样啊。啊，善财童子，我早年，民国60年，我开始第一次讲《华严经》，也讲了很长时间的，啊，应该差不多有17年，但那个时候常常出国，所以断断续续讲了一半。啊，80讲过一半，40也讲了一半。啊，特别在40华严。啊，40华严就是普贤行愿品全文。我讲到一半，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啊，想了一个问题。善财修什么？讲的时候囫囵吞枣，那比现在差得很远啊！那时候到底是年轻人啊，这功底都不够啊！我就在经里面去找啊！啊，你看善财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在《华严经》里面，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入门弟子啊，啊，是登堂入室啊，是传法的弟子啊，啊，那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记载。文殊普贤都是念佛求生净土，那是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乘传大法的弟子，他肯定是修这个念佛，修这个法门。啊，我们讲经的时候确实疏忽了，没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再把53参细细的来看看，一点都不错。为什么呢？中国谚语常说先入为主。你看文殊菩萨介绍他去参访的第一个善知识，那就是先入为主。第一个善知识德云必修啊，80华严叫德云，40华严叫吉祥云，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啊，翻译呢翻得不同。吉祥就是德，德就是吉祥。啊，德云比丘修什么法门？波州三昧啊！啊，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你看，他头一个示现这个，这就叫先入为主。德云比丘就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的，传授善财童子21种念佛门，
这二十一种一展开啊，就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就是二十一大类呀、啊。这归纳为二十一类，这就说明说门门都是念佛法门，这不可思议啊！那所以我们是想到这个问题，回过头来说再看这个经，看出门道出来。啊，那么然后再继续往下去。啊，当中五十一个善知识，啊，不是三餐，但五十一个善知识，代表什么？代表啊，无量法门，把无量法门归纳为五十一类，啊，代表的人物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个才晓得这个法门广大了啊！善财参学，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厚德智无所不知啊！啊，他在文殊菩萨会上是开根本智，五十三参是成就厚德智。我的老师方东伟先生对这个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啊，他说佛法智慧是真实的，通过历练的，这是真实智慧。那每参访一个法门，你看到最后。念得离此，啊，这句话告诉我，啊，参访这个善知识，向他请教，承蒙他开示教诲，非常感谢，啊，礼拜辞了，辞是这个辞的意思很深，啊，是离开。他地方到别地方参学了，这里有更重要的一个引申的意思。没有学他，不跟他，不学他的，听他的，他东西我都懂，我还是念阿弥陀佛，如如不动啊。他还是专还是业啊？啊，一直到幕后，最后一参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他也没有离，也没有辞了。你看他那个头一回，所以才晓得善财童子是专修阿弥陀佛的，专念阿弥陀佛的，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一个念佛的人，没有一样不同他。实际上，五十三参在哪里啊？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从早到晚，你看看到的许多人、许多事，那就是五十三参。啊，看到怎么样？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会。心里怎么样呢？如如不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是定。定慧等学啊，不愚痴啊。不糊涂啊！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可是，一样也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只放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就是华严法门里面讲的妙用了，随缘妙用。啊，五十三参是随缘。啊，妙用是什么？是如如不动。啊，决定没有在意，
啊，就是你看到听到的，你都放在意里面、意识里面，那就错了。不要放在意识里头，我们讲不要放在心上，就大家更好懂了。啊，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啊，善的也好，恶的也好，燃的也好，静的也好，都不要放在心上。那为什么呢？清净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啊，慧能大师讲得很好吧，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有尘埃？啊，他是何处惹尘埃？我们不说惹，根本就没有嘛，还惹什么呢？他说的更彻底一点。啊，没有，只有阿弥陀佛，妙啊，真妙不可言呐！啊，我们早年在佛光山教书，那时候佛光山里面的老师呢，有心云法师，他自己也担任课程。啊，还有慧信法师，有两位居士，唐一玄居士、方仁居士和我一个。啊，我们有一天在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啊，好像是方仁居士提出来的，哎，这是我们的学生考试，如果说考这个考卷发下去，他在考卷上写满了阿弥陀佛，这个怎么处分？你说他是及格还是不及格？我们这几个老师大学，那这个还是得通过，这不能不通过，这个他跟佛法相应啊。那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啊，所以古来大德常常有这种教诲。你无论什么事情向他请教，他回答你是阿弥陀佛。啊，除此之外，他没有第二句话说。他自己的修功就这样的传授给你，啊，他会成就。你跟他一样的时候，你也能成就。啊，千经万论啊，《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法是佛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佛法，要舍。啊，世尊自己在经上也讲了比喻，他49年所说的一切法，好比黄叶之体。啊，这句话是佛说的。啊，黄叶之体什么意思呢？善巧方便，你别以为当真。啊，当真是什么？真性里头一法都没有，一法不离，那是真正究竟法。啊，说出一法，你要是执着这个法，错了。啊，佛说的一切法，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那你就是真正得到了。啊，你要一分别一执着的时候，这个法都变成假的了，都不是正法了，变成邪法。你不解如来真实义啊！啊，这开经偈真写得好啊！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怎么能解如来真实义？听到佛法之后，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就真解如来真实义。这不是凡夫，
凡夫做不到。哎，跟诸位说，四圣法界也做不到，只有出世间上上禅人他做到。啊，他懂得。形象上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没有两样。心理上完全不一样，真修行人呐！啊，我们再回想一下，释迦牟尼佛、诸大菩萨，啊，在我们中国历代那些祖师大德，真正成就的人。真正成就是什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他们示现在世间，跟《还原观》里面所讲的这个四德完全相应啊！四德我们还没学到，在后面。啊，第一个，随缘妙用；第二个，威仪六则。啊，随缘妙用是我刚才讲的，形象上跟大家完全相同。啊，内力的时候，他没有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妙用。啊，我们修净宗的时候，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绝不放在心上，就是妙用啊！威仪有则啊，这里这一句写出来了：威仪住持有则得啊！威仪什么？行住坐卧，完全跟戒律相应，严持戒律。啊，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与《弟子规》相应，与《十善业》相应，与《感应篇》相应，给一般大众啊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来做示范的，这是身教啊。啊，如何制止？啊，如何是表现在外面？啊，外面呢要柔如火，内里面呢，里面制止就是真诚，内心要真诚，摄受一切众生。啊，接引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最后一条，带众生苦啊，不带众生受苦的啊，我们受苦呢，给人看的，给众生看的啊，就是把世尊最后的遗言，以苦为师表现出来。啊，威仪有则，就是持戒。啊，佛最后涅槃的时候留着两句话了：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可见的，这两条啊是性德里面的两种。啊，以苦为师是普代众生受苦的。啊，做样子给他看。啊，我们以清净心，以真诚心，苦不苦？不苦。苦里头有乐，是真乐。啊，你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大乘教里面常讲，常生欢喜心。
法喜充满，苦里都有法喜充满。这里的意思深呐、所以念佛法门决定不能够轻视，是华严法华最后的归宿，是无上的法门。我们一定要懂得专心受益，这一生就决定成功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